我们现在在东阳路这边，距离南阳路商圈5分钟，离市区非常的近，而且路又很大条，非常的宽广，那我们现在卖的就是那个农地，整片都是，你看到几乎都是6800多坪，大概两甲多的地，这边包括山上，平地，好，这边的山上，都是，还有一小部分是平的，也有这个铁皮屋，也有铁皮屋，猜看这样多少钱？4000，不是4000万，是一平4000，总价2980万，一平大概4000而已，陡的地方你可能没办法用啦，我们大概用这些比较平坦的地方，还有这个铁皮屋，还有这边平坦的，平坦的这个可以申请盖个农舍之类的，这边平坦的可以用，山上也如果你有办法用也可以用，我是建议种树就好了，种树比较不会有土石流，路还蛮大条的，一坪才4000，离南阳路很近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丰原路比较大条里面单价最便宜的农地了，其实它坪子如果好好用也蛮好用的，因为这个还蛮大一片的，平常的地方用就很够了，现在寸土寸金，丰原寸土寸金，那个南阳路巷子里面一间20几坪的后天就要2000万了，就要2000多万了，吓死我了。那这个这么大一片土地，你盖个农舍，它的土地才2980，而且还有两座的山可以用，两边的山都可以用，但是不要用了，就种树就好了，我们使用平坦的部分，很够用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如果你想要找度假休闲的地方，然后弄个小小的露营区也可以，弄个山林野训，很多种方式啊，但是就是希望是不会过度开发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那如果有兴趣，希望你会来找我，请来找我，谢谢。